尊贵的各界家人，平安！欢迎您来到如何有效地参与新媒体网络施工。今天我们预备心，一起进入倒计时。亲爱的各界家人、朋友们，欢迎您来到如何有效地参与新媒体网络施工。我们生命树网络施工平台的新媒体网络施工精兵训练营第二期此刻宣布正式启动。有请吴老师来为我们做起会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天父，你是何等的奇妙，你通过这个网络把我们众弟兄姊妹连在一起。这个网络让我们跨越了时空，也跨越了地界。在这个网络上面，我们已经没有国家跟国家的区别。在这个网络上面，我们与神可以更加的亲近。主啊，你就来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样一个开始的一个聚会。主啊，你是奇妙的主你是长阔高深，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能力的主。主啊，我们将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络宣教的事工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点燃我们内心的那个热情，让我们看见这个互联网的重要性、新媒体的重要性，也最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这个新媒体的宣教福音、宣教使命的一个大军当中。主啊，你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电脑、小小的手机面前，能够与更多的人能够建立关系，让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不能看见，但是相信你主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网络能够彼此的连接。主要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线的弟兄姊妹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主你就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开始，让我们明白网络宣教的重要性，使用这个新媒体的重要性，以至于我们可以为着主打那更美好的仗，以至于我们可能很多人只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也能成为一个领袖，成为一个在网络上面能够传扬福音的精兵。主，我们可能很多人并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道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员、我们的弟兄姊妹分享的嘉宾，主，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主，你让他们所分享的，主，他们所讲的都是从神而来的话语，他们帮助我们能够更清的来认识这个网络的宣教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在做这个新媒体的事工上面有更远的看见。主要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卧，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也帮助我们有一个思考的心。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这样的聚会，主，真的是不是坐在我们人的身上，乃是坐在主你的心意当中。主，我们感谢你，都是在祷告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非常感恩有这样美善的祝福。首先，请允许我简明扼要地介绍本次会议的流程。
首先由普世佳音执行主任安平老师分享新媒体宣教士的挑战以及提问答疑。接下来是新媒体网络事工精兵训练营的课程介绍。非常荣幸的，我们会邀请新媒体宣教士基甸老师来分享基督徒个人如何参与新媒体宣教以及提问答疑。我们会简单的介绍训练营的形式以及适合人群。最后由基督六家长老基瑞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新常态下的网宣实践以及提问答疑。学习课程你会收获什么，以及等待你的意外惊喜。在这其中，我们也会播放王永信牧师的见证以及新媒体网络事工精兵训练营第一期学员的分享。那么我们最终呢，会公开官方的咨询渠道。最终本次会议结束。虽然我们都不是宣教士，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宣教的事。此刻我们站在工业 4.0 的时代，一同来思考如何有效地参与新媒体网络事工。请许可我郑重地邀请安平老师分享新媒体宣教士的挑战，有请安平老师。谢谢主持人啊，谢谢生命树。那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我们都不是宣教士。是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不是宣教士，我们愿意参与非常好，但是其实我今天所要想讲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在新媒体的宣教上面，在网络宣教的施工上面一直不能够很精进的一个原因，甚至我们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没有什么很大突破，因为我们过去做的一些网络的一个我们这方面的一个调查报告都显示劣币驱逐了良币，而且呢我们跟社会不在同一条船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总体来讲是不是一个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差。那我也在反思说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做得不够好，为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新媒体宣教做得不够。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是教会可能不重视啊，大家都觉得好像很习以为常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没有把它，没有把这个事情，也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当作宣教士来看。我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最近我也在反思，就是说什么是网络宣教，各位。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网络宣教通常就会认为，很抽象的认为，朋友圈里面发一篇经文呢，然后呢转发一下这个海外校园啦，今日佳音的文章，就是网络宣教。不错，确实很重要，这是第一步。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既然我们用宣教这个词，我们用宣教的这个高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本身对这个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第一点，宣教士，如果我们用宣教士来看的话，宣教士所用的所需要的任何的态度跟装备都是一样的。你做宣教士你都要接受装备，你的要用一个宣教的态度来做。请问有谁差派谁做网络宣教士了？有哪个教会做要这样的一个按照一个差派的这个概念去做呢？没有，基本上没有。我们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随手的工作，不错，但实际上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对他的重视不够。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知道作为宣教士我们首先要过语言关，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去做宣教士，你先得学语言，
花个几年的时间，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你在网络宣教难道不需要过语言关吗？网络流行的这些的语言，每天产生的热点的词汇，这些都是网络语言。你只有掌握了好这个网络语言的话，才能跟人跟上面的人做到一个有效的沟通。这个也是需要花时间去学的。可是我们所谓做新媒体宣教师，做网络宣教师，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太重视网络语言这一关。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不重视？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轻视，甚至我们觉得看不起，觉得网络起语言轻啊，这个比较这个怎么说，网络语言比较浅薄粗俗啊，这些的东西。可是你这是一门外语啊，我们有没有这么去学呢？这样的认识呢？还有做宣教士还要过文化认同关。我们对网络宣教，对网络的生态有多了解？对上面的这些东西我们认识吗？我们看过去，当年到中国做宣教士的人，我们看到很多人，西方人，他们都穿汉服。下一张那个，你看，我们看很多人都穿着这个汉服啊，戴德生，这就是著名的戴德生。穿这个汉服，很多的西方宣教士是认同的，是可以的。可是有一关就做不到，是什么呢？就是戴德生跟他们的这个内地会，被人们称为什么？猪尾巴宣道会。因为他们留下了当时留着跟当时中国人一样的辫子，而这个东西是在当时很多人很多宣教士是不能接受的，过不去的。连戴德生妻子玛利亚，他的监护人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就是因为戴德生留这个猪尾巴，他就不愿意玛利亚嫁给戴德生。今天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屑于文化网络文化的浅薄还有碎片，我们都是用这个负面的非常负面的态度来一个比较低层亚文化次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家。你说我们怎么能做好网络宣教呢？因为我们没有用宣教士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一个道成肉身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来看网络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刚才吴弟兄祷告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网络已经打破了这个地理的一个限制，打破了一个现在的这个地理的限制。你们发现我们现在身处不同的时区，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变成了透过这个网络，我们可以即时的都在一起。而且我敢保证，科技的发展会使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的虚拟的沟通会变得更加真实，更加的身临其境，甚至感同身受。就拿我们所说的这个 Zoom 本身，它的创办人就说，他希望有2035年有三件事可以达到，就是我不同的语言都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可以做事实的同步翻译，同声传译。然后呢，我们之间我们做不到的那个，现在我们只能看啊，只能看见人，听见你说话。我看有人还反映说声音有时候有点断断续续，有网络问题。但这个网速变得非常非常高的时候，很好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能够听得很流畅不说，我们可能将来那种虚拟实境
或者是增强实境，或者是那种全息的技术，就可以透过电脑、透过手机，甚至都可以实现了。然后那个 Zoom 的创办人袁征说，那个时候我们拥抱、握手，透过 Zoom 甚至都能感觉得到。甚至我在这边早晨啊，我喝一杯咖啡，你们都闻到了我这个咖啡的是速溶咖啡的味道，还是这个蓝山咖啡的味道？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很多行业透过这次疫情，很多行业会非常快速的一个发展。那这些打破这个地理的限制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有一项东西是可能打不破的。是什么呢？就是时间对我们的限制。时间呢，具体的讲，比如时差。目前还没有听说过有一种技术可以打破时差，如果我们这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等会儿杰瑞老师他在美西啊洛杉矶，他怎么办呢？他现在几点？早上5点他就得起来啊。我过去这几个月做了很多的一个讲座，其中有3次是凌晨2点的。我说主持人，你们能不能安排时间换换时间，能安排你们的下午，我是凌晨2点的，是最困的时候。3次这样的。所以我虽然没出门，没有任何的国际旅行，但是呢我有时差。哎，怎么能感觉这个事情改变这个，有技术能打破时差？因为如果要打破时差，就证明我们要进入未来或者是回到过去。所以这个可不得了。另一个就是时间的长短你解决不了，不能说我这边讲5分钟到你那边就能够变成半个小时。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个两个技术做不到。只有圣经当中我们看了上帝给约书亚做到，给西西亚做过，这个就是只有上帝是时空不能隔绝的，我们还受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时间的限制。也正因为如此，不管科技怎么样的发展，宣教跟所有的事情都一样，需要花时间。首先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我半夜2点为什么会起来？为什么杰瑞老师他早晨5点他也早点起来？因为我们看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去做。不在过去，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日本信主，日本很不容易信主。一件事情促成他信主的很有意思，给我非常印象深刻。这个人他早也后来做了一个牧师。他在日本留学，很苦闷。后来有一次有机会参加一个聚会，参加完一个聚会的时候，发现有一群基督徒问他有什么事情吗？然后每个人给他花了5分钟的时间为他祷告，令他感动不已，决志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分秒必争的东京，有人能为另一个人的事情花上5分钟来诚心诚意的祷告，他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件神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能够不是出于人的事情。今天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忙，有任何一个人，有任何一个人在这我们花时间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想做网络宣教士，我们对我们所服侍的人，网络的人群，你愿意花时间吗？你花了多少的时间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甚至为他祷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这个网络宣教士你只是凑红或凑热闹，你也做不了。这就是一个为什么网络宣教可能真的来讲这么难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花上足够的时间的一个代价。另外一个，我们在课程当中，如果你们上过这个课程，你们会知道，或者说你们要开始看过大纲，
也或者你看过我以前的文章，我认为新媒体不仅仅是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也激活了教会的公共性。2014年底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基督教的公共传播的这样概念。当时这个观察说啊，当时这说话已经5年前了。在近10年来，新媒体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很大的颠覆性的影响，对基督教的传播也不例外。我认为最大的改变不是工具、平台、形式、生态而已，更是新媒体的应用使基督教的传播扩展到了一个巨大的公共空间，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那这种公共性为教会的传播进入到了这个主流社会的主流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空间，很大的机会，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是5年后的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场疫情，这是人类历史上也是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事件之一。它同时把教会的媒体性给充分的展现了，所有人啊，教会你们喜不喜欢，现在牧师都变成主播了。那同时也把教会的公共性充分的展现。但是这样到这个公共性时，我们要提的是跟欧美的基督教社会来比，那基督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扎根过啊，也就是最近这100-200年的这个事情啊，历史是非常短的，所以它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的，之间又经过了文革也好什么的这样一个断代。那公共神学本身，神学本身，本土的神学，公共神学都是一个新鲜事物。公共神学，特别是公共神学，是新鲜事物。对于职场领域，我们也缺乏足够的牧养、了解、对话。所以我们说，这个路还非常的长。我们不要被一些这个高远的口号，宏大的口号所激动啊，想要去占领一些什么什么山头啊，你离这样远的很。甚至是坦白的讲，离更新跟转化也远得很，因为我们对这个的美景要放这个愿景啊，放得降低一点，放得更长远一点。因为什么？需要时间，而这个时代需要的更多的精力，我们是在除草、搬石头啊，赶走飞鸟呢，要做那个基础建设。因为我们做基础建设的时候是一个投入的时候，我们就要心存忍耐，要等候，而不要急于求成。不仅仅如此啊，不仅仅我在这里面，所以我很喜欢一个概念，更比较喜欢，当然我认同更新跟转化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愿景，很长远的，这个愿景可能是上百年啊，甚至千年也不一定。有人说10年树人，百年啊，10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啊，这个，那这是有愿景，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时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很喜欢今天有讲员，就杰瑞老师他们在北加州职场做的一个词叫点灯，我觉得这是这一个时代我们可以做的。好，回头来说。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张图。不仅什么是公共，我们讲公共神学，什么是公民，对于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华人来说啊，包括我自己在北美生活20年的一个华人来说，面对今天北美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包括不光是疫情，我们说这种游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这叫什么抗议啊，这些的事情，我发现我对公民的认识非常不清楚，是模糊不清的一个概念。我对公民的责任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也了解所知甚少。当然这场疫情在让我们整个社会都
切肤之痛的体会到说，公共事务不只是政府的事务，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死的事务，不只是让政府去管就好了，这是关乎我们自己的生死的。那身为共产党员，据说也去过教会的李文亮医生，他有一句名言很好，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这是很强的一个公共意识的一个觉醒。所以公共的责任不只是乖乖的待在家里，而是啊，领导视察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喊出假的假的，啊，而且你也是爱芬医生的，早知如此老子到处说，当然我们基督徒可以不要到处称老子啊，那更是方方日记，是我们，你的网络宣教士，它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朋友圈，这是包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上的必须课，就是公共课，真正的公共课。我现在想讲，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有几个人认识这位女士，你们自己可以查，这是一位基督徒啊，她为发声付上了生命的一个代价。那很有意思啊，我们讲新媒体激活了教会的媒体性跟公共性，我有天在想，这是什么叫媒体跟公共性这两个东西，那如果不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因为它是同时激活了，等于什么？我发现媒体性加上公共性就等于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未来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一大批企业家甚至演艺体育明星，他们变成公知，变成公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影响力扩大了，同时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风险，甚至是牢狱之灾。但说老实话，不发声不参与的结果也未必好到哪里去，所谓的没有人是孤岛，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牧者，每一间教会都需要严肃地面对教会的公共性的问题，你必须得面对，逃避的不可能，而且要深思，甚至我们还要做好面对更大逼迫的一个准备，付上代价，不只是我们的时间、耐心、金钱，还有患难。既然你做网络宣教士，网络宣教士不是一个时髦，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要付上代价。你如果是开公号的，做主内公号的，你如果没有被禁言过，没有被在这个时间没有被禁言过，没有被没有被这个，甚至没有，或者说没有被消耗过，我可能我都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这其实这就是我们都需要面对的付出的一个代价。那另外一个下一张图，我们看到这次疫情也放大了很多社会的分歧啊。这个过去我们跟基督徒成为基督徒，我们不能跟亲人好好的探讨物种的起源，我们现在也不太能够探讨这个病毒的起源。我们对美国的立场就变成基督徒跟很多普通大众的鲜明的分水岭，那对川普的态度也变成了华人基督徒的分水岭。那新媒体带来的重立场轻现实的一个现象更加严重，变得人们不在乎事实真相，不愿意聆听，而以立场好恶做判断，那所以就非常容易被迷惑也被操控。那教会跟基督徒也不能幸免，而且特别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心思比较单纯，然后这种这个好恶立场好恶啊非常的明显，有的时候就也因此变得很容易轻信，也容易拉仇恨。这是我们做一个和平之子特别需要谨慎的地方。
实际上我们常讲基督这次讲啊，叫这个生命的改变。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是生命的改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是我们世界观的改变。那孙毅老师他最近有篇文章叫世界观的改变，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叫世界观的改变。他们讲到的这个世界观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想他讲的几句话我就不引用了。他说我是这样讲的，说如果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变，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改变。基督徒生命的转化跟更新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改变。那教会跟基督教的媒体所做什么呢？包括我们网路宣教士所做的工作，所首先可以肯定的啊，就是不是两耳不闻这个窗外事，但也许也不是冲在一线闹革命，基督徒的媒体人、网路宣教士除了向人们传递拯救的福音，同时我们也应该成为在苦难中像在苦难中没有无处逃避的人，以及追求普世价值可以牺牲的一个避难所。这些普世价值比如说理性、公义、宽容、自由啊，就是转化跟更新。这个意思就是一种神给我们的普遍恩典。那网络宣教士，你不仅仅要关注这种现实的环境跟话题，不仅仅要去传扬福音真理，更要从这个我们这个社会所形成这个社会跟时代的文化价值观、世界观上，文学、艺术、宗教这些的东西我们都去来重新来检视。是分享的不只是福音，更是被福音更新了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看到留言当中跳出来说，有人说你在北美是相对来说安全，那在这个中国的话危险很大。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个代价跟问题。那当然同时也需要一个智慧，也需要你我只有我们当有一个宣教士，你知道你在一个更艰苦的创起地区的时候去做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你在那个地方，你跟你在其他的地方所需要的智慧跟生存的能力、生存的智慧跟勇气是一样的。当然这样也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我们传统所定义的一个文化使命是这样的，是可以说是这样的，所谓文化说，但实际上也并不是，它是因为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更不是对立，而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疫情会过去，也会长期共存。这个是北京不是又复发了吗？搞得如临大敌。这个世界未来，这个世界下一章会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趋势发展是可以预测的，是不可逆转的。而且，所以我们是第一次就进，现在这很快就进入了工业 4.0 的那个第一乐章。我会觉得，那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最忙的现在什么全球化、脱钩化。我们发现大家都忙着脱钩甩锅，然而科技的发展又把我们这个世界更紧密的相连。你说我们人类之间的那个种心灵靠谁来连接？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这个社会未来这个时代应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呢？未来也很明显，产业链全球化重构，世界秩序重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在重构。这场疫情是所有人都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整个的一个问题了，人生价值跟意义的问题了。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看未来，一方面技术会很大的发展，我们看到经济上或许会比较难过，社会也会比较动荡。但是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主的复活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其实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他在凡事上掌权，让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
不仅仅停留在刚才说参与到这个公共啊或者这样，我们不仅仅要停留在揭露事情的真相、人性的黑暗，更要帮助我们，帮助人们认清事情的本相跟人的罪行，也让人的关注啊引到对灵魂对真理对永恒的思考提供一个拯救的和超越的一个出路。这也是我们在网络宣教跟一般的传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狄更斯他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他的著名的《双城记》里面，他用了一段开头，用一段话，很多人都讲，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的季节，这是绝望的寒冬，也是希望的春天。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奔向天堂，人们或者奔向相反的方向。在各位有志于网络宣教的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时代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成为这个时代的工人，成为这个合用的器皿，不浪费这个瘟疫，不辜负这个时代。这是我的分享，谢谢。下一个图，我们今天凡参加我们这个今天的会的话，你可以发信到上面的邮件的地址，然后邮件的主题你写新书。我们这本书叫《暂停还是快进2020新冠疫情下的教会新媒体》，马上就会最晚这个月底我想就已经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就你在国内的话，在中国国内的话，我们会送给你一本电子本，你就发信到这个邮件地址，我们就会邮件主题写新书，到时候我们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寄给你这本书。这本书有22篇文章，从历史上到整个的很完整的一个思考。好，下一章也请下一章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很快我们会有一些音信说话这个节目要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新一季要开始啊，下一周可能本周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节目出来，我向大家预告，非常有意思，请大家关注。好，谢谢。谢谢安老师精彩的分享。我们此刻呢，信息告一段落，进入提问与答疑，请您及时把提问填写在聊天室以及举手亲自提出问题，由老师作答。在这里请您专注的在这里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这里我们等候您的答复。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呈上我们的提问。这里有一个提问，老师 7G 他说，网络宣教的具体定义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定义这不是我觉得写得很明白，就是利用网络宣教嘛，或者是在网络宣教。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大概的意思，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或者说你上完这个课就知道了。抱歉，谢谢老师。那么请您关注我们生命树网络社区平台的公众号，以及刚才我们老师所发布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二维码。那在我们回答问题期间呢，请您举手或者是直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这里有一位 7G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打开他的麦克风。喂，你好，老师。哎，你好。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对这个，您怎么看网络宣教的定义呢？是不是把我们一些宣教的内容全搬到网上就叫网络宣教呢？
哦，当然不是。嗯，这样的问我就好回答一点了。当然不是。那我觉得就是，但是，网络宣教和所有的宣教一样，也跟我所讲的，啊，首先你要对你的合场的特性要有熟悉跟了解，甚至包括它的语言文化，然后要针对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去做宣教的工作，是完全不同，并不是把你一个搬到这个网上就是。做这个初期的搬运还是有一定的存在的价值跟意义的，但是呢，真正的意义的宣教绝对从来都不是从一个场景去搬到另一个场景上就可以的，都是要在，都是要道成肉身的高度处境化的去开展你的宣教工作。嗯，那个阿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网络教会现在这个网络教会这个概念的呢？你讲完你的问题，你是网络教会，是你认为他你对他有什么问题吗？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网络教会这个词，应该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吧？那您是对这个网络教会是如何定义的？而且并且或者说您觉得网络教会可不可以实现呢？这个不是个新词，差不多这就差不多。我记得我参加第一届网络宣教论坛的时候，那时候就听人们讲这个网络教会，那差不多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没有单网络教会，我觉得没有一个单纯的网络不能网络的教会。毕竟，其实实际上，所谓的教会还都是人的聚集。那这个网络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个网络本身，我觉得网络教会你做一个这么去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在你的问题之后，大家就觉得可不可以，合不合适，行不行。那我对这个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的一个随着技术发展，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研究，而不要急于给他下定论，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好的，谢谢您的回答，老师。那么我们有请最后一问他的问题是：老师好，面对今天特殊紧张的社会形势，网络宣教的方式和注意事项是什么呢？请问安老师啊，这个，哎呀，这个应该就说好，当然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这么去回答。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学习踩着红线跳舞吧。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回答。我们知道有老师作答呢，真的是在我们这里非常美好的一个互动。那在这精彩纷呈的这个分享之后，我们不得不思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精兵课程到底是什么。它就是由普世佳音与海外校园联合打造的第一份华人基督教新媒体网络事工系列的培训课程，由12位网络事工先锋从四个方面来分享网络事工的历史、神学理论、传播学知识以及现实网络。那么我们会在这个事工中将积累的经验有所分享。那您从6月29日到9月28日在三个月的时间90天，您会获得什么呢？有可能您会获得在认识网络宣教以及历史发展，还有新媒体传播原理及策略，新媒体与基督教的公共传播，新媒体与基督教的这个公共神学，基督徒的媒体人以及其神学架构，还有网络宣教的新思维，网络宣教的护教啊，以及网络宣教和文字事工，甚至是公众媒体的一些账号的这种公众号的学习和装备，包括新媒体对当今的教会的牧养和挑战，教会的宣教与新媒体的关系，以及福音机构如何把握媒体宣教。
那我相信接下来我们会透过基甸老师，我们的媒体宣教士基甸老师的分享，在基督徒个人如何参与新媒体宣教的过程，会得到更好的答案。我们有请我们的基甸老师，全职传道人，新媒体宣教士。就我来分享这个啊，我来分享啊，好像不行，我有一个啊，可以，我有只有一张 PPT。非常感谢安平牧师讲的真好，我觉得他讲了以后我就没什么好讲的了，他讲的很全面，而且他的 PowerPoint 也很精彩啊。我没有做这个很多的 PowerPoint， 就是一张啊。我最近在我看这能不能这个放大一点。我最近在学习这个罗马书，也在带罗马书的这个查经哈。那网络查经啊，你看这也是网络宣教的一部分哈。虽然我现在的工作是网络查经算是门训类的吧，但是呢这也是传福音的一部分。因为大使命除了要这个让万民都归主，而且呢要这个做门徒训练，对吗？罗马书我在这个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保罗常常是自问自答啊，所以我今天也自问自答提几个问题。在大家提问之前，我自己来，这是一种羞耻哈，就是自己提问自己回答啊。第一个，刚才其实也有人问哈，网络宣教的效果啊，所以就是网络宣教有用嘛，就是简单讲。那我常常收到一些来信哈，或者是基督徒跟我聊天，就会问说：“基甸老师，你在网上传福音那么久，有人信主吗？要是遇到反对基督教的人，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比较狭义的说，网络宣教，你就是跟人讲福音的话，你要怎么看这个事情？那我刚才这个主持人有介绍，我才知道，各位是要来学这个网络宣教课程的，所以呢，那个课程里面也有我讲对这方面的，所以我就今天不多讲。那几个重点，第一呢，网络宣教很多时候是撒种，我们有人撒种，有人这个收割，对吗？所以不能太功利主义的看这个事情啊，这也是安平老师讲到，这也是基督徒的见证的一部分啊。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是活的，那你要在这个网络上啊，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得不用网络，所以你是有这个传福音，我们都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对吗？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换句话说，你无论你是用什么方式，不一定是讲神学，不一定是网络查经，不一定是都是分享圣经的经文，但是呢，你的见证，你的这个分享的，甚至包括你分享的生活点滴，肯定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对吗？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个不是在网上开布道会，所以布道会是收割，对吗？其实现在有些教会也不搞布道会了，因为布道会以前我们传统用的布道会的方式，这个已经是比较旧的方式。那有些人举手，比如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教会做这个所谓的布道会啊。那有没有人举手，这个不是很重要。举手的人有的是举过很多次的，或者是不好意思就举手了，对吗？有没有真的信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你是撒种，所以你在网上这个是你用的是，比如说你用微信是一个所谓的 CRM 和客户关系管理的一个软件。那意思就是说，微信的重点是你是跟人建立关系，对吗？所以你用微信跟人建立关系的话，你在你的同学群，在你的这个朋友圈，你发一些跟福音相关的东西啊，自己的一些小的感想体会啊，或者是今天你读经对你的触动啊，这就是网络宣教。所以我非常刚才安平牧师讲的我特别认同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容易太好高骛远，我们热血沸腾的就要去做一件事情，对吗？
就是，但是呢，我们常常就是用很多高大上的这个词汇，然后呢，我们就，目标设得很高远，但是呢，但是网络宣教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对吗？网络宣教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是像微信这种东西，朋友圈的话，你是要春风化雨，你是要用生活点滴，对吗？用这些生活中细微的地方来见证，不一定要高大上，对吧？不是要每个人都去写，神学论文那样的，或者说你写一篇很深刻的，社会批判的，时事评论的，这个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做，而且呢也做不好啊。我们网络宣教还是要脚踏实地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够做得好的。所以呢，第二个问题，常常有人问我说，我是很想用这个微信或者是我的这个 Facebook。来做见证哈，我想参与网络宣教，用个人的方式。我今天不会讲到教会怎么用哈，我想可能 Jerry， 这个长老会待会儿会分享。个人要写什么呢？那我就说你看，就是每个人上帝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看上帝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预备，不要去有的时候是就像侍奉一样的，你去侍奉的话，很多时候你要顺着上帝给你的恩赐啊。我们灵命塑造，假如说你要培养灵命的话，可能是要反着我们的那个天性。但是呢，侍奉常常哈，你寻求印证的话，你侍奉是应该去顺着你的恩赐，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你去用，对吗？你明明唱歌唱得不好，你确实很有感动要去私班侍奉，这个是不太对的，所以就是好好祷告，看上帝在哪些方面你可以，不一定非要去网络宣教，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刚才也有人问一些问题说，是不是一定要针对时事发出我们的声音。安平老师讲得很好，我们当然是要，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蒙召做同样的事情，对吗？有的，我觉得我相信，上帝呼召不同的基督徒在不同的领域为他做见证，对吗？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音乐，也许你可以做一个，你可以做一个音乐的直播，对吗？做一个你弹吉他，那神用你，当然也有弟兄姐妹创作诗歌的，对吗？也有弟兄姐妹是，我个人是。喜欢讲科学信仰，所以呢，我从头到从我当年这个很多年以前开始，这个在网上分享基督教信仰，都是就是开始讲科学信仰。然后呢，我在后来其实在这个在地的，就是往下的侍奉里面也是用这个，也是讲科学信仰啊。很多教会请我去都是讲科学，一直到今天，我最近开一个直播，就是视频的直播。其实主要内容还是科学信仰。这就是因为我上帝就是这样带领，对吗？因为我在美国有好多年就是做科研的，自己又爱在网上写跟基督教信仰相关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很自然，这个是很自然，不是说。非常的强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一定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走出舒适圈啊。比如说，我以前不会写影评，我是理工男。但是呢，在有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开博客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学习啊，也写这个，也写一点影评啊，看一些电影写一些啊。所以这个不是绝对，但是呢，我想我们不一定非要每个人都去写这个。都去写一样的东西啊！每个人的今天新冠疫情，每个人都写新冠疫情。那新冠疫情太多了，写的人太多了，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人写嘛啊！所以是这样啊。那转发要注意什么？在群里传福音要注意什么呢？在群里传福音，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没有必要的惹人讨厌，是吗？你不要去灌水啊，天天去发很多转太多，结果引起人的反感，是吗？不是说。不是说我们要去讲别人喜欢听的话，这个不是宣教，你传福音当然是有世界观的冲突，价值观的冲突，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有智慧，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跟人家观点不一样，你要用福音去引导，对吗？你要真的是讲到福音的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世界的人啊，不信主的人，他们当然是有很多地方是要跟你这个相反的，或者说这个必然有这个世界观的冲突。但是呢，在这个冲突里面，重要的啊，我想很重要的就是要先要建立关系。我是建议弟兄姐妹，就是就是说在这种有可能产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你多多的祷告啊，要有节制，然后呢，你要有智慧，要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要先跟人建立关系，你要先观察，先知道人心的需要，而不是武断的这个没有 EQ 的这种很生硬的去灌一些东西。网络宣教有护教的成分，那不要轻易的去辩论。你网络宣教不是跟人吵架，不是你把你在理智上用理性去压倒别人，对吧？你觉得你学过护教学，你觉得你有这个辩道的这个恩赐，然后呢，你就去好像也要赢得一个争论啊？那不是这样的，网络宣教是出于爱，因为传福音是出于爱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就看到人如羊走迷，他就怎么样？他就怜悯他们，对吗？当然我说怜悯好像居高临下啊，不是这样。但是呢，这是出于爱心。如果你是出于爱心，不要去，不是说我们不能意识到，我们需要意识到说这里面是有世界观的不一样，是有三观的这个必然的这个冲突。但是这个冲突里面，刚才安斌老师讲的非常好的一点，爱和和平，这些东西。今天在同样的，今天在这个世界社会都非常撕裂啊，大家的这个包括基督徒当中都是大家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你怎么看待美国的这个抗议？美国有这个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吗？连这些基督徒都可能会撕裂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基督徒可以做的，有些时候重点不是你要去证明你自己是对的。也许你看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经验个人经历的限制啊，所以怎么样对待跟你观点不同的人，你的那个态度可能比你自己去证明你自己的观点是对的要重要的很多。所以呢，呼叫也是一样啊，我自己大家去看我那个在那个宣教课程里面，网络宣教课程里面我的分享啊，里面就讲到说其实呢温柔敬畏很重要，敬畏是敬畏上帝，但是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respect， 那就是尊重人啊，要温柔敬畏尊重人啊。转发呢，不要太机械，对吗？你最好是你转每日佳音这个文章，海外宣言的文章的时候，你最好是有感而发，特别是你要有针对性。如果你有真的是出于爱心，你真的是好好的祷告过的，那么你知道你的同学，假如说你的同学，你知道他们很需要，假如说有的同学需要这个婚姻家庭方面的，他正面临一些婚姻的难处，或者是家庭里面有这样的难处，那你就有意思的，对吗？你正好看到今日佳音有一篇是讲这个的，那你转发的时候再加两句你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个叫再创作，这个是新媒体这个特点，对吗？你在转发的过程里面，你自己成为一个自媒体啊，你成为一个新媒体宣教的这个一个你的个人的微信就成为这样一个 tool 一个工具。那这里面你有你的再加工，对吗？你加上几句这个你自己的心得体会啊。那所以不要生硬，是可不可以发圣经经文？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在同学圈里面不断的就是灌这些圣经经文，让人家觉得很突兀，也跟人家没有什么关系，那就不好了。那最后人家把你拉黑了，你连这个建立关系的这个最基本的功用都失去了，对吗？被人拉黑了，那这个就达不到你传福音的目的。最后一个，有的我也常常有，我现在不是也在学习嘛，因着。我以前是最早是在这种很原始的 BBS 里面跟知识分子谈到，后来变成写博客，对吗？所以我也不断在转型，与时俱进啊。
后来学习做音频啊，我有一个这个机电聊天的节目做音频。最近因为疫情啊，也因为一些老朋友来劝说啊，那我就做了视频。因为我长期在华人教会，在北美，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也是推动，也是鼓励弟兄姐妹参与新媒体宣教，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也不能说的做不得，对吗？我自己也要学习，所以我也做了这个视频的直播。当然这些内容，就是有很多内容是有多年的积淀啊，所以内容上不是挑战性不是很大。但是呢，我自己并不觉得我自己非常的适合做音频跟视频，我的这个讲话也不是很像安平老师他就特别适合，对吗？刚才那个主持人他们那种声音一听就是广播的那声音。当然视频聊天要亲切，要这个比较轻松的啊，所以个人风格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学习啊，我就去学着做啊，那当然就做了。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我刚才讲了，也是我多年讲的。所以神如果有这方面的预备，不一定要是政治的、时事的、社会的。刚才也有人讲到说这个彩虹线啊，或者说这个国内会禁啊这些。当然我同意安平牧师讲的，在今天的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只能是踩着红线跳舞。但是呢，你还有很多的，我觉得我们信仰是全方位的，是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所以神可以用我们不同的恩赐啊。如果你，甚至你，假如说我举个例子，假如说你有的姐妹是喜欢做饭的，喜欢烘焙的，做蛋糕的，那可不可以啊？那也可以开这方面的直播。那这样你可不可以作为这个网络宣教呢？那要看你怎么定义网络宣教，对吗？你通过这些平易近人的东西，给人建立关系啊，潜移默化的啊，去分享你的见证，去祷告，好好的祷告，让福音本身啊，去感动人的心，让圣灵自己在人心里面做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我们个人在个人层面可以做的。我今天已经，我从2011年到2019年是在海外校园侍奉，那做的就是新媒体宣教，就是做媒体宣教啊，这个很明确的。那从今年开始，我是加入新的宣教机构，我是真的就成为一个宣教士，不是网络宣教士啊，就是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网络宣教士，从个人的层面讲，还是一个网络宣教士。且不说今天的宣教士，在疫情期间，宣教士也必须用网络，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被形势所逼，也成为网络宣教士。所以网络宣教今天，我同意安平牧师讲的，今天其实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谈说还用不用做网络宣教。今天我们大家就是都成为必须用网络来传福音的人，对吗？你也许没有这个，也许不像我这样有正式的就是成为宣教士，全职的宣教士，但是呢你是在网上传福音的啊。刚才安平牧师说的，也许你没有传道人的头衔，但是你是在网上传道的人。好，谢谢。谢谢金典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有请主持人，有请工作人员来打开何弟兄的麦克风。何弟兄，请问您是不是有问题呢？那么金典老师，请问您在做这个事工的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觉得有很多的挑战，当然你时间上，你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对吗？所以你每天，我也有很重的侍奉，但是在今天的话，这个就变成我的必须要的，因为我最近的祷告代祷事项第一条就是请为我的这个侍奉祷告，因为我现在是都在网上，是，我以前也是做网络施工的，所以呢，你可以想象，我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啊。那今天早上一早起来，第一堂就是这个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以很多的讲座、讲道、分享，我自己还做直播，等等啊，要直播哇，所以要怎么样
平衡你的侍奉跟工作，然后呢你的家庭一定不能忘了我们神也神的心意说我们要顾家，要在家庭里面见证主，所以要留出时间来。当然更重要的，在这个一切的忙碌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就是灵修，对吗？灵命正传，你要灵修，要保持跟主亲近的关系，每天早上起来亲密的连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不要去上微信去跟人吵架，对吗？千万不要，先读经祷告啊，对，这是一个挑战，对，时间上挑战。第二，刚才安平老师说了，今天星期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但是呢，时间机器还没有被发明，所以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也稍微提到，你无论你是护教，还是说你在网上，要去谈一些时事等等，很明显的你会遇到跟你观点不一样的，甚至是极端不一样的，恰恰相反。包括基督徒。那这个就很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以前哈，我的经验是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也许是最大的一个挑战。你在网上你想传福音，对吗？你就跟人讲这个进化论怎么不对，或者是你跟人家分享科学信仰的题目，那没有信主的人，无神论者跟你争论这个进化论的问题，那还好，他跟你观点不一样，你已经有思想准备了，对吗？但是你在讲着讲着，就有基督徒来批评你说你怎么相信这个年轻地球论呢？或者说你是相信年老地球论呢？随便换哈，因为基督徒有些是年轻地球论的，有些是年老地球论的，对吧？这两个还不是基要真理，但是呢，有的人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他一定要跟你争辩，然后你就评论，然后他会攻击你说。你这个是异端邪说，对吧？你根本就是不信圣经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就会感觉很崩溃，很沮丧，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要为主发光，在外面去做见证，但是呢，你的弟兄是姐妹本来是你的队友的，他反而他你觉得他被他攻击了，你就会很伤心，就会很难受。的确是。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就是像护教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听我讲了护教，我有的时候讲护教学啊，讲完了以后他们说哎呀，今天老师我觉得他意思说他有护教的恩赐，他说我觉得我看了这些无神论的瞎说八道，我觉得我可以把他们变到，我明天就开始护教。我的通常的回答是好不好，你先祷告。是的，因为你的血气上来了，因为我们护教不是凭血气，对吗？我们是这个是攻破人心的引领，这个是要靠圣灵的，这个是要靠祷告，要靠爱心的，不是靠你这个你觉得自己这个理性上这个知识上有是有什么强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基甸老师。那么我们后面还有两个问题，但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一起给您提出来，看您的感动和领受来作答，好吗？好，谢谢。好，谢谢老师。第一位是小九，他对所有人说：“老师您好，关于在群里面分享，首先看到人的需要，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的需要呢？毕竟是在网络啊，没有见过面的。那第二个问题是诺弟兄，他说，请问如何保持优质的内容产出呢？啊，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特别。那有请基甸老师来作答。”我觉得我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已经过了。是，那您看您是。我觉得先不要。回答一个问题。您说。我把这两个问题记下来，等一会儿最后我看有没有时间哈，因为我不想占用别人，占用这个Jerry长老很精彩的，我不能占用他。是的，非常期待 Jerry 长老的分享。那好，那我们进入到下面的环节。谢谢您，基甸老师，非常的感恩。那在我们这样精彩纷呈的分享之后，很多人就会好奇，哎，什么是训练营啊？我们就是在一个很灵活的时间当中，通过录播的课程，在一周内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什么都不耽误。在一群人当中，不是您一个人学习，会有一群人来陪着你一起学习，共同参与到学习的这个团契与小组当中，让我们从一个意向资源追赶意向来落地践行，每周都会有作业，不懂的部分呢有小组讨论一起面对，
还有老师的陪伴，每个月都有我们的讲师直播来答疑，小组讨论的问题会得到解答。那么在长期的这个陪伴过程中，学业完成后还可以在训练的营群当中彼此的鼓励和造就。那我们的训练营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呢？首先，新媒体网络事工的负责人和同工们，还有福音团队的新媒体的部门负责人、同工，以及负责教会的新媒体网络事工的传道人以及同工，比如说媒体部，还有我们神学院的教职人员与神学生，以及所有愿意学习和愿意参与新媒体网络事工预备和装备的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里，最后由我们亚洲的基督六家的长老杰瑞老师与我们呈现精彩的分享，他所分享的是新常态下的网宣实践以及提问和答疑。有请我们的杰瑞老师。Hello， 大家听得见吗？哎，听到老师，您好，您好。好，哎呀，很感恩，期待到您。新常态下的网宣实践，我用了一个图形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图形其实告诉我们，学习比了解更重要，因为学可以自用。尤其是我们这一个营身为新媒体网络施工精兵的训练营，所以刚才听到主持人说已经给大家布置了一些作业，但我今天好像可能要给大家布置更多的作业。好，进入下一章。我们首先看看心态上的改变。我相信经过过去几个月，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实践，大家不断的思想的就三个领域。第一个就是说我平时要做的事情，也许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放弃不做了，然后另外呢，有的事情我还是保持以前的一个态度，然后同时也想，哎，在疫情的期间我如何是兴起一些新的施工。例如像吉殿老师谈到了做这个网络直播等等，我相信吉殿老师一定有所放弃，有所保持，也是有所兴起。好，继续把这个 演绎出来。所以从心态的改变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多时候想，哇，这一个疫情也许只是暂时的，那到底还是长久的呢？然后呢，我们到底是进入实体，还是今天谈论很多是关乎这个线上的呢？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心态的改变，就是我们只是暂时状态下维持现状，还是我们必须要是主动去改变。我想这个疫情可以说是可能是千年不遇的，给我们遇到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艰难的开始。但对我们现在来讲，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现在进入一种新常态。既然是一个新常态，有这几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该继续下去。第一个，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尤其是我因为我对大家不是很熟悉，不是很了解，我是假设大家已经是在第一线有参与很多宣教的同工，我相信过了5年10年以后，你们中间也很多的传道人也会出来做一些带领的工作，所以我想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我直接就是用教会带领人的角度，就是直接说的比较直接。首先第一个是在疫苗没有出来之前，或者病毒没有完全走之前，我相信这个新常态是不会改变的。第二个，在这个新常态的情况下，我们的神照样是要做工的，所以我们在中间我们是不能等待，也不要辜负。然后第三点，既然我们今天讲的是网络施工，这个宣教的网络化必然是一个选择之一，因为人家是居家隔离了。然后第四点，我想必须要说出来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宣教的微观化。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因为刚刚已经有人在问了，你在网络上，哇，你要是等于说是外展要联系一些人，你对他根本没有了解，你怎么去做宣教？那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个观点就是，宣教应该微观化，你专门要对你自己的生活圈当中你所认识的人，你在他身上要存款。我等会会很快就会提到，你对这些人然后做这个网络宣教的工作。你网络给我们这种快捷的方式，你不要一下子把自己又带到非洲去做很多你自己根本不认识的人，还没有在他身上做存款的那些人，你直接取款。大家可以避免这个，好吧？所以我就想讲这个网络这个微观化，我后面会举一些例子的。好，进入下一章。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做的三种施工，请大家仔细听听啊。这根据马太福音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对，可以把它放出来，教训人，这是 A。 教训对我们来讲就是教导培训属灵的武装，
然后传天国的福音是 B， 传天国的福音 C，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好的，现在是 ABC， 耶稣做的，我们现在教会做，我们现在的门徒都应该做。大家仔细听好了， A 是关乎教育培训武装我们， B 是传福音，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网络宣教， C 是参与社会服务，现场参与等等。好，请你把这个 ABC 按照你的理解，你觉得按照优先的次序应该是什么，你可以放在这一个对话框当中，好不好？你如果觉得 顺序是 A 最重要，那你就 ABC， 如果你觉得是 C 最重要，你可能是 CBA 都可以的，能不能打在这个对话框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得见。老师请您告知哪个是 ABC， 给我们再重申一下，谢谢。A 就是教育培训， B 是传福音， C 就是社会服务，就现场参与做医治啊各样的病症。谢谢。好，我看很多人是答 ABC。 好，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 CBA OK， BCA OK。好的，好，我基本上看到很多的答案，那我也要公布我自己所认为的这个答案。好，谢谢大家，还继续在回应，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Okay. 好的，好，那我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答案是最重要的是 B， 传天国的福音。因为这是主耶稣是教会的房角石，天国的福音，这是一切的根本，这是教会，这是我们每一个门徒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天国的福音这个事情我们不做，或者说是另外两项，做教训，做培做这个社会服务等等，社会的其他机构和组织都可以参与去做，但是天国福音只能是教会做，只能是神的儿女做，只能是基督徒去做。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根基基本是传天国福音，答案是 B 是第一。然后我觉得第二，因为你 B 抓住以后，那你就是在 A 要与之相关的培训要到位，然后再是 C 参与一些医治啊，做社会参与，然后是做一些社会服务等等。所以我的答案是BAC， 然后按照这个顺序，那你就会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精力应该要放在什么地方。我们既然是精兵训练营，我们的精力要放在什么？传天国的福音上面。这是在任何时代，不管外面是情况怎么变化，我们都必须要做的。好，请到下一张。Okay. 好，那么如何去做传福音？第一步就是立刻准备。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耶稣说健康的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们知道这是疫情的期间，有病的人多着呢，所以这是神兴起了宣教的最佳时候。大家看到这一块，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说，只要心中尊主基督为神，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所以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以后，我觉得是用立刻准备我们放在一起。那么我把这个清单给大家，我希望每一个参与精兵训练人的学员，等你毕业的时候，你自己给自己多加了一些这个作业，叫 homework。 哪几个呢？第一个，准备五分钟的得救见证，我等会会很快的带过去。第二，你要学会在五分钟之内你能够带别人做决志祷告，所以你需要讲各类需要和决志祷告结合的祷告词，你要给自己准备。人家生病的，你为医治祷告和决志祷告放在一起的祷告词你要准备。如果人家是这个家庭是和睦上出问题的，你能不能够把家庭和睦和这个决志祷告的祷告词放在一起。总之你能够根据在外面比较流行的，大家迫切的有需要的那些地方，你要有准备的把这个需要和决志祷告放在一起。每个祷告你准备两段经文，你这些东西你都是放在你的手机某某地方，当你神给你机会能够跟别人，例如讲遇到一个新冠状这个病人，或者说遇到一个
肺部已经纤维化的人，你直接的你有机会跟他聊天的话，或者是一个癌症的这个晚期，你直接就是过去，也许神给你的时间就五分钟，只有十分钟，你能把准备的东西直接给他，你邀请他直接给你后面这样祷告，五分钟你必须要完成，所以你必须准备。第三个，你学会五分钟之内你把福音讲解好，我等一会儿我会跟大家演示我是怎么五分钟之内把福音讲的。第四个，你学会自己做个人布道的一个素材，也是五分钟之内必须把它讲清楚。你如果把这四个五分钟都预备的话，那我告诉你，不是真正的是讲这五分钟，例如讲讲解福音，你能够把五分钟讲好，大家对你这个五分钟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把它扩展到二十分钟。所以你能够讲二十分钟也许比较容易，但是讲五分钟是非常难的。那我鼓励大家也试着这样去做，你准备的越多，神就使用你，就是可能性就越大。好，所以第一步是立刻准备。好，下一章。那么如何做这个五分钟的个人见证，在网络上文章很多，一般的时候做个人见证，你把以信主前是怎么样的，那你怎样信主的，然后以后是怎么信主的，然后见证有哪些七个要素，哪些是七个经济的地方。那么网络上一些文章，我知道有 QR code 大家可以扫一下，或者和会后邀请主持人再发给大家。那么无论如何，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得救的见证，你的得救的见证不求精彩，但是你的见证一定是真实的，神一定会使用你的见证，会影响某些人，引领某些人，就启发某些人去信主。所以你不要指望你的见证是对全世界都有影响，你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期待，见证要真实，为主去使用。好，这是五分钟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好，我不在这上面花时间，请到下一页。第二个，每个人都要自己背一个布道的脚本。布道有这四个话，我把这个四个话先总结给大家。第一个，切入都必须要处境化，所以你必须跟别人要明白，你知道你接触的哪些人是什么，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今天安平牧师也提到了，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工具，切入一定要处境化。然后呢，人家的感情在什么一个地方，你容易切入进去，然后也跟人家能够产生这种共鸣。第二点，讲解要定制化，你根据别人，如果你根据一对一的这样谈的，那你就慢慢的就可能知道，你给自己神给你的时间也许就五分钟，如果人家兴致就来了，那你可以继续往下就谈，那你是你就知道他对某一点可能感兴趣，你跟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在对某一点上你可以多花一些时间，那么这个就定制化。第三个，无论如何你要传福音，内容一定要全备化，你要谈到神的完全，谈到人的罪，谈到基督的救赎，谈到最后我们人的态度应当是悔改信。那最后邀请要感情化，感性化，不要总觉得是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把知识讲过去倒过去以后人家就马上接受了，你要根据别人的一个实际情况，你要有感性的这些邀请。你要知道很多人能够觉知信主，能够走上那一步，它也是一个感性的切入，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所以这四个话我希望成为大家的帮助。好，请到下一页面。因为时间关系，说我这个走的是比较快。例如讲你个人布道的一个版本，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假设说，哇，有一个永生神的银行，哇，这个永生神的那个银行的这一个口号叫做永活的盼望。你如果拿到这个银行给那银行卡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定期的好处，可以得到天上的基业，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这个尊贵。下一张，下一个 ，OK。然后活期的好处，我们可以得到。哎，有信心，可以信耶稣，可以爱他，可以有这种喜乐，可以像在疫情过程当中，你可以在经过思念当中，经过忧伤以后，你可以经过，然后你要说啊，这个定期活期是一本通的，然后这个银行卡后面是一个三一的真神在后面做担保的，你如何拿到这个信用卡的所有的好处呢？你只要存一笔款就可以了，怎么存款？信就可以了。你看，根据是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十二节。你可以用银行卡的这个比喻，我刚才跟大家很快的带过去，也许就在一分钟之内，你每个人我们自己要学会找到一个版本，你在五分钟之内，你根据一段经文能够有定制化，而且是一定是处境化的，因为大家喜欢要用外面很多的广告有这个银行卡，对不对？所以你拿到卡以后，大家知道这卡给我什么样的好处，那你一定要学会这样的一个版本。你比如讲有的是知识分子，他可能考虑的心理上
他也知道一个马斯洛的一个理论，那你是第一级什么，第二级什么，你每一级也可能是想象别人缺少安全感，那怎么办？你把有关的经文要找到，你在那上面要预备一个5分钟，你可以做个人布道的，你可以把它讲清楚的。所以要学会用这个比喻的方法，用讲故事的方法，能够定制化的，能够给自己准备5分钟的信息，然后你可以一旦神给你机会，你就可以去使用。好，请到下一页。好，那么后面呢，就是讲我们刚才讲是立刻准备，准备以后就行动。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基甸老师也谈了很多，我谈这个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既然是谈行动，既然是精兵的训练营，一定是不能不再隐藏，网宣是道成肉身的传播，走到你的网络群组和朋友圈当中，这是你的网络群组，这是你的朋友圈，是你教会的牧师长老没有办法帮你忙的。这就为什么讲网宣一定是微观化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托付。第二个，转发就是宣教，刚刚前面提到的，你从这个地方开始，你转发都不愿意去做，你后面怎么 谈到这个宣教？所以到转发以后，你会发现是有很多的技巧的，那么这个你在网上可以找很多的文章也可以看。第三个，刚才提到要注意存款，存款就是没有存款是难以取款的，所以学会在群中跟别人互动，私聊的互动，朋友圈互动，你跟你一定跟你认识人先互动，主动关心有困难的人，不要错过神给你任何福音的切入口。例如讲，你可以转发一篇文章，你发现你的初中的一个学生，总归有了几个学生跟在后面点赞，那你就知道 你转发的是基那个福音有关的文章，有一个朋友你突然给你点赞，慢慢你知道，哇，原来在你家门口停下来给你点赞，也许你就是这个机会跟他单独私聊，也许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然后最后一步，依靠圣灵，你不踏出去以后，神没有办法跟你同在做工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势力和才能，是靠着这一个神才能可以行事的。好了，就这四个步骤，我们要马上行动去做。那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做网络宣教，做一个五分钟的。这五分钟之内，我如何用图示的方法把这一个福音跟大家去讲？如果神给你机会的话，你也可以照样去做。好，大家忍受一下，听见五分钟。我希望你自己能够听过以后，也能够自己把五分钟把福音讲解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网宣五分钟之内，我们试着把福音大致演示一下。我们首先给大家出一个数学题，假设一个有限大的数，例如讲10000，如何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无限大的数呢？我们学过数学的都明白，一个有限的数，无论做多少次有限次的加或者乘，最终的结果还是有限数。其实圣经上耶稣也给我们出了一道类似的数学题，马太福音5章20节，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且不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义的要求有多高，但就耶稣给门徒开出的条件是，你们的义要胜过，否则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到底要胜多少呢？马太福音的5章48节说出了答案，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原来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后说出来的具体要求。如果义的标准是要达到天父那样的完全，那么人还有什么希望才可以进入天国呢？感谢神，马太福音记载了一个令人安慰的消息。19章第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用一种简单图示的方法来讲解福音。首先画两条平行线，一条在底下代表是不完全的人，一条在上面代表完全的神。在上面的线上面标明几个新鲜的地方，来代表人所向往达到的完全和完美。再画一条垂直向上的虚线，连接两条平行线，借以用度量的方法表达人心中在追求完全途中给自己如何定位。然后呢，再和传福音的对象找到1到2位你们共同认识也非常佩服的名人，让对方帮这些名人标出位置，然后也邀请对方也标出自己所在的位置。
当然了，最后你也标成你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一步的关键其实是帮助对方认识我们人是否或者是如何彼此比较，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预备了十字架的道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亲自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的救赎搭了桥梁，让我们有限的人可以通过十字架与无限完全的神发生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那么最后一步非常关键的，当我们通过信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可以带我们进入到神的完全当中。主耶稣的救赎就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大家注意了没有，主耶稣其实做了两个工作，第一是救赎我们，把我们不完全其实就是罪归给了他，其次他使我们完全，把他的义归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永生神的国。罗马书4章5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现称对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地方其实提到了我们的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是主耶稣的救赎提供了使罪人为义的途径。这里的罪指的是我们的不完全，这里的义指的是合乎神标准的一种完全。人找神达不成，神找人提供了道路，我们只需要信就可以达到完全，达到了主耶稣所说的胜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进入天国。当然最后一步，我们可以邀请对方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进入永生神的国。以上就是简易演示福音的方法，作为抛砖引玉的参考，求神使用大家。谢谢。好，谢谢。那个我知道放 video 放在录像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听起来稍微有点卡，但是我想会后大家也可以去发的。我做的这个5分钟的录像是因为这样微信就容易传起来，那我国内的家人就传给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癌症的一个中晚期，他看到以后就有感动，他觉得是想信，然后我马上就成为微信朋友，打电话给他，然后就是按照这个顺序跟他解释了一下，邀请他信主，就很容易就带别人信主了。最后一章就是说我们谈到这个网宣要微观化，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45章第7节说，神是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这是这个约瑟和他这个哥哥们见面的时候，哥哥自忧自恨，约瑟自己说了，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就是神差我过来的。其实恩平牧师他们所带领的这个普世佳音经常说，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同学群其实就是我们的禾场，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走得太远，神已经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神已经是想把这个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已经是过去的，以前是17年，他已经是在住在一起的。你想想看，你已经跟你的高中同学有3年，初中同学有那么几年，还有跟他大学同学也有4年时间都接触过，都是神已经在你身上已经是很好的投资了，只不过你现在是先认识了主，神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呼召你进入到你的朋友圈当中，要成为合场，所以让宣教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朋友圈就是你我的合场，这就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劝勉。所以今天大家的给到一个5分钟的这么一个清单，我相信大家如果你真的用心去准备那个5分钟的清单，你准备的越认真，你越愿意出去，圣灵就越容易陪伴你，带领你去做工，然后你可以看到网络宣教那种收获的效果。好，愿神使用大家，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提问与答疑的环节，在这个 Q&A 的过程中呢，我们很期待您能和我们的老师直接的互动，那么请您在旁边再点出啊，您举手的这个按键就可以和我们的老师互动了。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期间呢，我们没有提问的话呢，就有请我们的老师继续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里我们开始倒计时哈。老师这里有一个提问啊，有一个提问就是说，我怎么样去操练和学习，让我的朋友圈和微博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合唱？我一定需要注册一个公众号吗？我一定要会写文章吗？或者我一定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吗？还是说我现在就可以了，我不用上这个训练营？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问。神给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我谈到所谓的微观，其实微观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你如果喜欢搞一个微信公共账号，那你可以去做，否则的话你自己其实就最简单的转发就是宣教。你如果把普世佳音海外校园的你觉得是比较好的文章，你放在你的朋友圈转发，你注意看人家经过你家门口的人是否跟你留意，跟你有所互动，你就知道谁可能对这个感兴趣，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聊天聊起来了。你在你的同学群当中，你学会经常跟人家问候，不要总是问候圣经的话语，你问候人家也是吃什么喝什么，孩子周末做什么，对不对？家里有没有什么困难，然后你跟人家私聊成为朋友，成为朋友以后人家说周末做什么，人家说小孩补习这个补习那个，然后你说人家问你周末做什么，我说你说你周末去教会，好了，话题就来了，你跟那个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就可以讲福音有关的话题。所以你一定要花时间，神一定会给你机会的，你不一定是按照别人的方法去做，做到那么高大上，其实你那些朋友圈那个都是你应该所影响的地方。我们做这个网络宣教，我做了这个网络宣教这个五分钟这个系列，做了一共有10讲，中间过程中有带了好几个完全陌生的人，不认识的人信主，然后其实中间我们中间也有些参与进来的人，在2个月之内带领了10几个人信主，都是通过网络的方法可以做的，关键你自己预备，你用心去做，各种各样方法都可以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好，谢谢老师您的很中肯的答复。我们这里有一位家人 FY， 他提问说，刚才的分享是5分钟的福音分享，分享之后如何持续跟进，特别是他还没有觉知，那怎么办呢？请你回答，谢谢。这个人家信不信主，这是神在人家的时间，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器皿。所以如果人家没有信主，你自己如你不要觉得好像是没有面子，因为即使人家信主了，荣耀是归给神的，也不是归给你。所以我们个人的面子问题一定要放下，我们要做福音的工作，一定要去很好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器皿。基甸老师做过多少布道会，他自己都说出来了，他开布道会如果人家没信主，他不觉得有什么关系的。所以这个不要变成自己的一个负担，不要变成自己一个正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这样给自己的一些负担本来就不是 不健康的，没有关系。那么如果人家信主不错，信主以后怎么跟进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我的办法一般都是找到了信主的人附近有哪些教会，我一般会讲旁边的教会的一些牧者介绍，让他们之间联系。这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并不是每个人既能布道又能牧养，我们都什么都可以做的，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超人，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谈论这个宣教一定要联合，线上线下一定要联合，中国美国或者是欧洲其他各个地方都必须要联合，你带人信主以后鼓励他进入地方的教会，这是必须的。是这个非常的中肯哈，老师。那么我们现在还有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说，在给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网络用词该如何注意呢？该注意哪些的网络用词呢？这个就是我开始所讲的这一个处境化，这是很重要性，要明白别人能听得懂你所讲的话嘛。所以不要一上来讲以马内利，这样的人家听得傻掉，你就神叨叨的来了。是，所以你一定要换一个别人听得懂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需要学习，这个是跟我们的同理心是有关系的。你要学会同理别人的需要，你慢慢一步步的带别人进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鼓励大家讲5分钟，你把5分钟东西写出来。我告诉你，你即使你传过福音了，你试着写一个5分钟的版本，你不花2天时间你写不出来的。你写了5分钟以后，你发现这个重要东西怎么不放进去，那个重要东西怎么能够拿掉。你把我那个版本，你如果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写出来个5分钟的一个版本，但那5分钟版本如果别人能够challenge我的话，挑战我的话，我可以讲，哎呀，我把我所有的考虑的重要的因素我都放进去了，
但是神给我这五分钟的时间跟别人讲的过程当中，如果别人对某某一块如果想多问一点，我可以在那个地方一下子可以展开，一下子到20分钟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的。所以你要学会预备，要认真的去这样去做。你当你认真这样做的时候，记住一点，我们越是愿意作为器皿为神去摆上，神就会越赐福，越给东西给我们的，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学习比了解重要，学以致用，我们要必须走出去。嗯，好，这个太重要了，一定要预备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的长老 Jerry 长老来为我们分享呈现这样特殊的信息，新常态下的网宣实践。并且我们这当中也有家人来分享，他说我写过，太难了啊，这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就会思考说，哎，这短短五分钟怎么太难了呢？你会想放这个又想放那个。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在接下来的学习课程中，可能您会收获什么？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Jerry 长老。好，谢谢大家。那么再谢谢长老，谢谢您。哦，谢谢我们这各位长辈的同在。那如果说在训练营，你会收获什么呢？可能你会收获全方位认识新媒体传播的原理及策略，认识基督徒媒体人的角色、挑战与机遇，将这种全新的认知有一个新的开阔与蓝图。那你可能会获得人人皆媒体的这个时代有效的参与网络施工的落地和践行。你可能会获得掌握网络写作基本原则与注意事项，以及模拟运营微信公众号，获得这样的成长技能。您可能会获得在一年的学习期间彼此陪伴成长，恩赐互补，彼此造就，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同工团队。那我们可能也会获得生命树将优先为学员提供的网络事工的义工和同工的实践工作机会，即学即用。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意外的惊喜，那就是您可能会获得全营优秀学员奖以及全营最佳小组奖。那今天我们这精彩纷呈的分享啊，会在我们下面的这个见证后有一个更深的落地。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播放下面的见证影片。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的机会，是讲特别讲到主耶稣的大使命和网络宣教，我想都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到他的大使命好几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就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在这里主耶稣说，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末期，就是说在主回来之前，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传遍万国，对万民做见证，然后主才回来。所以换句话说，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就是教会，主的教会有责任把主的福音传遍天下。但是怎么样，主说这个话给这个大使命给教会，到现在怎么样，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很惭愧，到现在这个大使命的主的吩咐我们还没有完成。最近这几年有人做过一点点的计算统计，就是说到今天现在为止，全世界的人口在全世界人口里面，真正相信主耶稣的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只有10%。换句话说，只有全世界人口中只有10%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另外
还有20%是我们称为所谓名义上的基督徒，就对基督教的道理懂得一点，也许去过一两次教会，但是并没有真真正正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并没有重生得救，这样的人差不多是20%。还有啊，就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在偏僻的地方，在非洲，在这个西伯利亚，在大洋洲很多地方，很多人从来没听见过福音，这样的人差不多占30%。你看看，还有这么多的人没听过福音，最后还有40%的人怎么样？这些个人是听过福音而没有反应，或者听过福音而反抗、抗拒，反对，所以这加起来是100%啊。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全世界，这个没有信主的人的人口还是那么多那么多，所以我们要赶快，教会要努力，基督徒要努力，来传福音，来完成主的大使命。那我们第二，我们再看一看，在历世历代，过去这么久的时间里面，传福音的方法是怎样呢？传福音的方式有什么进步呢？我们都知道最初是口传，好像主耶稣的时代，这个门徒们都是口传，各处旅行口传，当然他们同时也所谓身传，以身作则做榜样，做基督徒做爱主的人，做人的榜样。而慢慢慢慢，主后几十年开始，有人在写这个福音书四福音，就开始用文字，传福音。你看口传、身传、文字，文字传福音，好久的时间，你知道最近这100年、一两百年以内，才慢慢有更进一步的改变。好像我今年92岁了，在我小的时候，开始听见广播，radio 广播，哎呀，一听见广播的人很高兴，那么一个小的东西一开就可以听见声音，讲道、音乐、讲声、讲话，那么同时也有教会借着广播来传福音，大家很高兴，现在用广播可以传福音了，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见广播，使用广播的是福音最多吗？是教会最多吗？不是，使用广播最多的是政治，是商业，是赚钱，用的最多，这福音有没有？有，但是少数的，我们总是很对不起，很抱歉，很惭愧，教会在这一方面是少数做的，总是少数的。好，我们很感谢主，很快乐，就是不久之后，又有了什么电影，哦，大家又高兴了，教会也很高兴，可以用电影来传福音了。但是怎么样？结果怎么样？还是一样，就商业，政治，这个其他方面的娱乐，电影最多。福音有没有？有，福音影片也有，但是是少数的，极少数的。又过一些年，大家又更高兴了，有电视了，有电视了，哦，家庭里面有电视，每家都可以看，教会又是说我们用电视传福音，电视做见证，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样，用电视最多的请问是谁？是教会吗？是福音吗？不是，是政治，是商业，是电影，远远超过福音的工作。那么大家又高兴，最近怎么样？最近这些年大家都知道，你们比我还知道，网络出来了，哦，网络出来之后教会又高兴了一阵子，用网络传福音有没有？有，但是是少数的，一样的，一样的，用网络最多的还是政治、商业，还有最近色情，这些方面用网络用的最多了，福音有没有？有，但是很少，比较起来，
是很少，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现在我们要赶快站起来急起直追，这个要赶上这个时代。这个网络宣教是神给今天的教会一个最得力的工具，教会若是不使用这个工具，教会有罪了。网络宣教对我们今天完成主的大使命将要起到莫大的作用，非常大的作用。若是我们不推动网络宣教，这个大力的去投入网络福音，我们有罪了。我再说，我们得罪神。所以教会叫华人教会今天怎样，要大家一起合作努力来培训网络宣教人才。所以你们大家今天努力做网络的福音工作，我是非常高兴，非常赞成，为你们祷告。我愿意各位亲爱的同工在主的恩典之下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直往前走，大家一起同工同道努力，一起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我们再次的感谢一生兢兢业业付出他全部人生的王永庆长老，已经在添加的王永庆长老、王永庆牧师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此时是否想过，我们的生命到底应该摆在哪里？我们的生命若不是这些宣教士殉道的血，如今也不会有我们。现在我们真的是感谢所有的这些媒体宣教士和施工者们为我们呈上这样的媒体装备的盛宴。最后我们有请网络施工精兵训练营第一期的学员为我们进行分享。大家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网络，谢谢这个我们这个社区给我的这个分享的机会，我是第一期的学员。那我今天是想跟大家谈谈一下我学了这个课程之后的一些感受，我想跟大家说，现在是我们是时候趁势急起直追的时候了，那我不知道这个课程其他学员他们学了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没有去跟他们交流，但是我知道这个课程唤起了我的公共意识和驱动了我的公共行为。那我是一名基层的传道人，在学习这个课程之前呢，我只关心教会里面的事情，而教会之外的事情呢，我常常是以体制外、体制的限制之下言论不自由，以及我教会的事情那么多，没有时间顾及那么多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两耳不闻社会事啊，虽然也教导弟兄姊妹要有这个福音的使命、文化的使命，但是自己却默然不动，其实也是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行动。那无形当中我就成了纯粹的喊口号的人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之前对自身作为基督徒的公共性的这个不知不觉。那我也透过这个学习网络课程的学习，也看到了这个现存在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那特别是在读到我们这个课程当中，醒报台湾醒报的主编林一林姊妹，她写的一篇文章叫做《新媒体传播与福音事工》她当中有一段话，我读了之后，我真的是内心很痛，也很羞愧。林一林姊妹说，基督教领袖40年来不重视、不了解、不运用、不担心媒体传播的重要，也从不投资，也不支持带导培养相关人才，把广大的合场和传播机会拱手让给政治、商业、异教，以及以至于这个教室难以扩充，福音工作仅固守传统的手工业，实在令人遗憾那追根究底，教会在漠视福音传播是来自于许多的观念。那一林姊妹呢，她列出了四个观念那她说到错误的第一个观念是没有耐心的松土急于收割
还有就是不聆听对话，比如教会牧者往往不关心时事，也不训练基督徒反映时事，长期疏离之下呢，牧者跟信徒就成了话外之人，不会跟社会对话，所以就没有能力去解读这个时代。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内心也很有感触，我觉得确实这么多年来只顾着教会里面的事，很少去关注社会时事，对于社会发生的问题也不懂得去运用现在的这个新媒体的工具，去用圣经的角度去发声这是我自己的反省。然后也还有另外一个林姊妹提到的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不太思考，不善护教，不会表达或不善写作，渐渐失去这个对社会的这个话语权我也是观察到确实那我们教会真的是对于社会当中的事很少去正面的去回应，那长期也不做功课，所以当外面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比如同性恋的一些事情不合乎圣经伦理的事情，我们都不晓得怎么样去正面的去应对，很被动的能逼上门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是我们教会需要反省的时候，也需要醒起来激起直觉的时候。那教牧特别是我是作为一个教牧人员我想在唤醒弟兄姊妹，唤醒平信徒在新媒体的宣教方面去参与之前，自己要先醒起来要改变自己固有的狭隘思想以及牧养的策略要鼓励并带动弟兄姊妹参与到新媒体的宣教当中。那现就是说你在教会当中，你自己要先做好门徒这个生命的那个打根基的这个事工，把弟兄姊妹的生命培养起来，然后鼓励他们到网络当中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还有就是要有公共的意识要关注和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然后呢要以因应的真理原则去公开的发声，对社会进行潜移默化让人对这个灵魂对生命对这个价值产生思考刚才王永信牧师也说，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新技术的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是总是落后于社会那我真的是很有感受。那现在呢也是我们应该趁势汲起直追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运用最先进的这个传播媒介去传扬神国的福音当然每个社会阶段新这个传播媒介都有所不同，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时代是新媒体的时代，那我们要学会运用这个新媒体去传扬神的福音。那我这次学了这个新媒体之后，我也是特别有感受，特别是那个安平老师也说到这个人人皆媒体那个转发就是宣教，所以我也以前很少发朋友圈，但是我学了之后这个课程之后呢，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在我的朋友圈去认真的运营我的朋友圈，去每天去发一些福音的一些信息那我自认为自己没有多大的才能可以去创作，但是我会选取一些比较好的福音信息去转发因为转发也是一种宣教那我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兴起来如同刚才吉瑞老师所说到的让宣教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朋友圈就是我们的合场，我们要好好的去运营它，好好的去使用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深有体会，特别是我在这个转发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一些消息的回馈当中有一些是会有评论回应我，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就也就是一个青年人她看到我发的转发的一篇关于这个创造论和进化论创造论的这个一篇文章之后，他也非常感恩，他说他很有得着终于就是醒悟过来，因为他觉得之前都是被这个从小受到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人是猴子变来的这样一个教育，所以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他说他很有感受所以他说真的是现在确信他应该来信靠神，不应该去相信这个进化论。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您的分享，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圆圆姊妹。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但是稍微有一点信号的这种缺失啊，如果您方便把路由器调制和您近一点的话，可能会效果更好啊。谢谢你，谢谢你。OK， 第一个是大学毕业的学生，然后呢，我是从媒体的专业毕业的，当学习到这个心理治疗的训练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开启和看见。先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具有专业性的，自己是啊，大学的时候是学习东西。亲爱的圆圆姊妹，因为网络的卡顿呢，导致我们可能在转播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信息的损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请您原谅吗？那么我们来调整一下，请下一位来分享。我们调整网络之后或者是转播，请您和我们后台的生命树小助手协商，谢谢。有请下一位。抱歉哈，圆圆姊妹，因为基本上听不清楚，所以真的很遗憾，我们损失了这样一位见证者。在最后呢，我们会公布我们的咨询通道，好，请大家等候。有请下一位。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咨询和报名的通道，那么在这个绿色通道中，您可以通过它来了解我们的这个学习情况。我们也特别感恩，真的是有很多热心的家人在后台有一些分享。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 Jerry 老师分布在后面分享了，在留言区聊天区分享了相关的资源。那么如果您想参与咨询和报名呢，请您扫码，这里是生命树网络社区小助手，也请您来关注我们的生命树社区网络平台的公众号。如果后台调试好了，我们有请圆圆姊妹继续分享。今天很感恩，同时我们此刻还有200多位家人在线。这里请问网络调试好了吗？谢谢这个 Seven 弟兄的分享哈。好，您说，您说，圆圆姊妹，您说，如果您方便可以调整啊，我们现在Jerry老师发布了5分钟见证的网络连接，方便的家人，请您在聊天区域呢可以截图，也可以拷贝储存。如果圆圆姊妹方便的话，您可以打开您的 4G 网络吗？或者是在您的？我已经是用的 4G 了。啊，好的，好，那现在非常好了，信号。好，有请您来给我们做这个美好的见证与分享。有请，特别清楚了，特别感恩。好的，没问题。有请圆圆姊妹。是吗？这么突然就好了。好，谢谢。不好意思，耽误大家时间了。啊，这样的，我想从四个小点来分享我在这个学习里面的得着。我想从他的专业性、他的牧养性、还有他的使命性和生命性这四个小点当中来分享，简短的分享。首先就是啊，我自己是一个传媒专业毕业的学生，所以当我一开始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亲切。这些内容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它从传播学的角度，从媒介文化的角度，这些内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因为我觉得啊，像媒体现在就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的。而这些问题像我们信主，我们觉得大使命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是真神，那么这样的一位真神就配得我们用最好的专业的储备，最好的这样的平台去装备。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的专业性的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然后第二个我想说它的牧养性，就是这些知识呢，我在学校学知识呢，它的不同呢就在于学校它可能把我们培养成一个媒体人，然后去散播一些媒体方面的消息，去从事一些媒体的职业，它可能是为了一个盈利的目的。但是在这里面学习的这些知识，它是成为一个生命造就的目的。每一篇每一次的学习，其实它都像是一篇讲道一样，它虽然是在跟你讲如何的去运用新媒体，如何的在新媒体当中去传福音，去影响这个生命，但是它真的落脚点落到的是爱，落到的是使命，落到的是福音。嗯，能够落实到爱哈，这是非常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理论性的知识和信息很多，可是能够落实到爱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关键的需要了。我们也看到那个信号突然的消失，如果说您的信号回来了，可否继续分享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专业性的提问啊，等一下给您空间来回答。好，有请圆圆姊妹。您在吗？嗯，信号好像又飘到了云端啊，又成为间歇性的机器音。好，我们稍等一下，圆圆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您听不到圆圆姊妹的分享，她是我们第一期的学员，一位在媒体专业的媒体的领域学习的一位姊妹，请您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听不到她声音的时候，请您来扫描这个咨询和报名相关的这些群密码群二维码。好，也请我们在您说。据我所知，这个 Sally Z 姊妹或弟兄哈，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课程费多少？这是大家很期待知道的。据我所知是几百块，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树公众号获知这个具体信息。很抱歉，我们又看到在云端的圆圆姊妹的声音又飘走了。嗯，好，我们期待着她的声音又回来为我们来分享。大家若要报名新媒体网络社区平台的这个精兵营的第二期的学员呢，您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生命树小助手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另外就是我们的全职同工和工作人员有一些特殊的通道，可以获得我们的非常美好的价格。那么一会儿圆圆姊妹分享完呢，会给大家来分享生命树小助手的二维码。圆圆姊妹您在吗？现在还是云端的声音，云端的声音。对，那我也是一位在电视艺术系曾经就读学新闻的一位学生。圆圆姊妹分享说现在有声音吗？现在没有声音。对，小娟说二期了呀，一期学过了是吗？是的，圆圆姊妹就是第一期的学员。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线上所有的代祷者来为我们这次的分享最后亚洲的圆圆来祷告，期待时来特别看顾保守他的网络能够通畅，继续我们下面的分享。圆圆说打字吧，可以吗？当然可以。不好意思，那个主持人我插一下，那个圆圆要不就是我们完了以后到时候把你的见证分享做成微信文章，我们再发给今天在线的和所有的我们公众号的。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到这个课程的提问和答疑环节。还有季电老师呢之前有两个问题正在等待回复我们好，不好意思。好，谢谢，我们期待季电老师的回复。在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呢，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公众号的二维码来播放一下。那么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家人在财政上的确是有困难，没问题，请您和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联络，特别是我们的全职传道人、同工、神学生，
我们真的很期待，我们不是用一个理论的方式啊，不是用一个这种完全这个科学化的方式去传递福音，而是我们真的如同圆圆姊妹刚才分享的，能够借着我们这样的装备和学习，能够变成转化成为最大的恩赐爱，来释放我们生命中最缺乏的，让我们得到这样一份无条件的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我们的社区的公众号，请大家可以扫描加入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 Alice 姊妹分享说，大家可以通过生命树网络微信号来收到圆圆姊妹的分享。那么在媒体的传播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媒体人，他走到任何的地方，有那么多的追随者，他在释放这样天国美好的拯救的信息。那么我们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放回我们的绿色通道，我们的咨询群的二维码。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最后的时间有请啊，生命树网络小助手来继续控场。我们本次会议即将到了这个会议结束的时间，请大家珍惜宝贵的时间来扫二维码，来在群中发出你的提问和任何的疑惑。我相信在今天的群中和所有线上的家人中，有很多都是专业人士，我看到很多人是分享，呀，我也是学媒体的啊，我也是媒体领域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都是自媒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树只是我们的装备啊，只是我们的装备，而真正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那我们如何转心呢？期待着我们第二期的学习。在众多的家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媒体宣教士。好，谢谢，谢谢那个恩典姊妹。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环节，那第一个环节我们请基甸老师这个回答刚刚的那两个问题。那基甸老师回答完毕以后呢，我们给所有的在线的弟兄姊妹开放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课程的一些提问，就是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就是展示了我们精兵训练营的一些课程的信息，如果大家还有不清楚的或者有疑问的，都可以待会儿在基甸老师回答完问题以后，然后再来提问。好，我们先请基甸老师，谢谢。好，我想我们时间很有限了，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刚才没有回答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知道群里面人有什么需要呢？这个我觉得跟这个个人布道是一样的啊，就是线上或者线下，你在微信群里面，跟你在线下是一样的。我们在线下怎么样传福音呢？你要先跟人建立关系，对吗？请人吃饭，然后呢，你跟他聊天，你要知道他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你为他祷告，然后呢，你用圣经来分享。假如说他在亲子关系上，有一些问题，然后你跟他分享，对吗？你自己的见证、圣经的教导，这个你的心得。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杰瑞长老刚才已经讲了，他讲个人布道的时候讲到切入要处境化，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切入要处境化呢？你不能很生硬的，没有切入点就是很生硬嘛，你就是一味的给人感觉就是你像在推销一个东西一样的啊，就是不管别人这个需不需要，你都非要去推销。那我们传福音宣教不是去推销啊。所以切入要处境化，你要建立关系，要有爱心，对吗？你要先祷告，先观察。那如果你在平时你在群里面根本就不参与，根本也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你不关心别人在说什么，别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人有什么，那你不可能知道人的需要，对吗？所以这个是要花时间，要付代价，你要去先祷告，先多去观察，要去跟人你跟人私信聊天，对吗？要去了解。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秘诀了，就是爱心。说白了，你要有爱心，对吗？你在微信之外，你平时假如说我们没有疫情的话，你平时要怎么样传福音呢？你想一想啊，就是一样的。你个人布道，你是要花上很多时间去陪伴，去关爱，对吗？第二个，怎么保持内容的高品质？我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大家这个我想这个安平牧师杰瑞长老都会讲到这个
其实是我最喜欢用的这个护教学的经文哈，就是彼得前书三章，里面讲的说要常做准备，然后呢有温柔敬畏的心。我们刚才强调了温柔敬畏，这个怎么样保持内容高品质呢？就要常做准备。你不是这个，如果你没有公共号，你又不是一个像黑门那样的很多人看的公共号，那么你的那个品质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你是自媒体，你就算你不是公共号，你是自媒体，你转发的时候你要有心，对吗？你要去你转发的文章你自己要看过，你要觉得说是真的是有福音的真理在里面，里面的讲真理是对的，不是谣言，不是说这个虽然是这个符合你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呢它是不实的，或者说因为现在今天在这个政治都很极化的时代，看一个同一个问题怎么样看，怎么样看疫情，怎么样看这个美国的问题，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你要有鉴别，对吗？因为你是传福音，你不是如果是传的是谣言的话，那就对福音对你的见证会有影响，所以常做准备。我刚才讲了，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写那些高大上的神学的或者是政论性的文章啊。如果上帝没有预备你去发这种写这种的话，你不要强求去写这些，那你写不好的话，你这个品质不会高的，对吧？假如说你本来就没有学过教育啊，没学过辅导，你专门要去写这种教育的文章，那可能就适得其反，你当然不可能有高的品质。那如果你有心呢，你可能平时你就关注一些好的公众号，比如说这个金书佳音啊这样的公众号，你去看这些品质高的公众号，那么你转他们的啊，就是说转他们文章比较安全一点，对吗？所以不要是见什么都转，因为网上有很多，有些是营销号，有些是根本就是自媒体很假的自媒体，就是说他的那个消息都没有切实的这个出处的啊，就是有可能自己编的，所以就是常做准备了。那神在我们，我刚才也讲了，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同的带领，你神给你的恩赐跟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是教会做公共号呢，那公共号有公共号的做法，那公共号追求品质的话，这个我请大家去看那个，这还有一年要学嘛哈。那也可以请教安平老师。我想这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有一点啊，我可以提到的就是，网络宣教也有，我们也有联盟的，对吗？就是有每一年安平老师杰瑞长老他们就是费心啊，他们会组织这个，每一年我们在美国有网络宣教论坛。然后呢我们有一些联盟，对吗？比如说公共号跟公共号之间有联盟，那互相转发互相推广等等，这都是很好的方式。因为假如说金石佳音的这个文章已知是品质好的，那你有的时候你教会的这个教会做的公共号你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嘛，你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文章，那你可以转发这个别的好的公众号的文章，对吗？你跟他们形成一个联盟，大家这个是互这个双赢的，不，这个没有人有损失啊，这个在主内一起同工，一起彼此扶持，这个是很美好的事情。好了，好，我就讲这么多。非常感谢您，基甸老师。好，谢谢基甸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会就到这里做一个暂停了，那剩下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请这个 Jerry 老师，待会儿可以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其实 Jerry 老师他在美西时间啊，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非常谢谢 Jerry 老师，还有安平老师和基甸老师啊，也是非常早，那边才8点钟，所以呢，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还有谢谢我们的小华传道，还有圆圆姊妹啊。我们圆圆姊妹今天虽然没有这个网络的问题没有给大家分享，但是呢，我们接下来会把她的见证啊，他学习的体验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让大家也更加知道我们第一期学员的他的学习的一些真实的经历。那我们最后请那个杰瑞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祷告完以后的话，那剩下的弟兄姊妹们，如果对我们的课程还有疑问的话，就可以继续的提问。好，谢谢这位老师。加大巴父神，主啊，何等感恩的心情，今天我们一起有机会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肢体愿意在网络宣教上愿意摆上，主啊，求你的恩典特别与每个人同在，求你加添每个人的心力、资力和体力。主，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我们本来都是软弱的，本来都是无用的，但是神你会把宝贝放在每个人的心这个器皿上，所以我们让这器皿可以更好的为神去使用。主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今天参与这个第二期训练营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有一个为这个主常做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决心。主啊，我们心中都是有永活的盼望。主啊，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的同时，主啊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刻苦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当我们好好的准备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处境化的进入到人群当中。神你已经把最好的工具赐给了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网络。主啊，你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工具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善用新媒体、善用网络的这一代的新人，能够更好的通过网络把这个福音可以无远弗届的能够传递出去。主啊，求主是祝福每个人在主里面的成长，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好的见证，能够更好的为神去使用。主啊，求主也是你的怜悯特别的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软弱，有时候是很难能够站出来，很难这个走出去。主啊，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每个人帮助带领我们。主啊，求主也是让我们每个人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盲点的地方，我们有时候生命可能有比较狭隘的地方，有比较偏执的时候。主啊，求主是让我们能够生命能够变得更好，更加的合乎的主道，为主能很好的去使用。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主啊，求主是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摆上，认真的学习，然后也勇敢的走出去。求神特别是赐福生命树这一个社区所带领的众同工，在这件事情上有这个先锋式的摆上。主啊，我们相信在主里面你有丰丰富富的预备，因为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权柄都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愿我们有这个联合的心智，我们愿意上下联合、左右联合、中心联合，为了把这个福音更广传出去。求神祝福这个时代，求神赐福每一位。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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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位老师、安平老师还有基甸老师。那如果大家就是要转发信息，自己还不能写的，不能像基甸老师那样的话，可以关注今日佳音的公众号我们生命树网社区也是在上面学习了很多关于网络宣教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可以不断的通过学习我们装备起来。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那我们下面剩下的一些点点时间，因为现在也是快到十点半了，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新媒体网络事工精编训练营第二期课程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举手或者发在聊天框里面，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也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同工关于这个课程的详细情况。好，现在在线的还有100位家人，请问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新媒体网络施工这个课程，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举手，或者就是把您的问题打在聊天框里面。我们看到有人提问说，哎，这里可以教怎么做公众号吗？我们看到米加乐举手，有请米加乐。有请工作人员帮助米加乐解除静音。
内存或者金刚你们能解除吗？我这边好像点了以后他那边还是没有解除。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训练营，因为在这种灵活的时间和碎片化的时代当中啊，真的我们每周的时间是非常碎片化的，时间都是不一定的，特别是在这种疫情期间。那么我们通过这种灵活的录播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吸收和掌握这样一个工业 4.0 时代的一个工具。现在静音可以解除了吗？请为米迦勒弟兄来解除他的静音。他可能自己没有开，我点过他，但是解除不了。他是自己没有开话筒。哦，对对对，是。好了。是米迦勒，米迦勒弟兄现在还是静音的状态哈，他虽然举手了，但是我们打不开你的麦。好，有请大家想要提问的弟兄踊跃的举手。或者是留下您的联络方式，如果您放心的话。那我们现在来简要的分享，就是老师说线上线下需要结合，线上线下需要结合。有一个叫 Candle Wong 的家人分享，请问课程中有没有用影音制作在新媒体平台宣教的经验交流？请问课程中有没有用影音制作在新媒体平台宣教的经验交流？安平老师分享，欢迎使用网络宣教论坛的网站资源，请在聊天区获得。我们的工作人员 Alice 分享，我们有提供相关影音制作的相关延伸学习资料。就是我回答一下刚刚这个弟兄姊妹提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网络宣教课程当中的话，它是一个更加重理论的课程，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技术更新非常快的一个时代里面的话，就是如果讲技术的话，可能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微信，可能现在也不是影响那么大了，抖音可能现在这个数会越来越多，那说不定过一两年会有更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说，如果您是纯粹想学技术的话，这个课程可能不太适合您。那因为技术的话，可能在网上的话，你只要 Google 或者百度，你都是比较容易找到相关的资源的。那我们这一次做的这个课程的话，就是这十二位网络先锋的老师呢，更多是从一个基础性的底层的一个理论上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不管你是以后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工具去实现这样一个网络宣教，但是你在这些基础的构架上面的理论上面，如果首先得到装备以后的话，那我相信应该是对你的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工作会有更大的帮助。而且训练营的话，它可能我们更注重的是一个大家在团队里面的一个同工和恩赐互补这样的一个同工的关系，而不是强调一个人到底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们训练营的一个最重要的点也是就是有团契小组，在这个团契小组当中的话，大家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同工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一起来走学习的道路和接下来可能具体的参与到一些网络宣教的事工上面。好，谢谢。好，感谢我们老师的分享。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安平老师也做出了回答，就说运营公众号啊，网上已经有很多的教程了，不论是海外的 YouTube 或者是中国的优酷或者是其他的网站，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如果你只是专心来学术啊，包括某个方面的一些硬件的设备和制作流程呢，建议您可以有一些参考。安平老师回答说，运营公众号网上已经有很多教程。米迦勒刚才的问题，这里有一个文字的提问，说平台怎么训练啊？如果有老师在线，请作答。
平台怎么训练，你能说清楚一下吗？这个问题。他的意思可能是，穆老师可能是说，哎，我怎么样去参加我们的学习，怎么去训练能够成为一位媒体宣教士，容神一人的媒体宣教士。课程如果您是指课程模式的话，您可以在我们那个群里面看我们这一期的第二期的这个推文微信的文章上面有比较一个详细的介绍。好，我们来关注生命树小助手的这个公众号生命树网络社区平台的公众号哈，不是小助手的公众号。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把咨询和报名的二维码换成我们的公众号二维码。那么在这里，我们这位老师特别在留言区分享如何建立关系去存款，在群中互动，包括在私聊中互动以及关键时刻的关心。那么在这里特别提醒那些爱心的姐妹们，特别在男女性别差异当中要保持中立和界限，女生服侍女生男生服侍男生，有这样的连结。在谈话的当中也要接地气的语言，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可能叫所谓的属灵的黑话，很多人听不懂，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只能我们用一个更生活化的语言和这些身边的朋友有私聊和互动。好，今天我们的会议内容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我们期待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生命树网络社区平台以及我们生命树小助手的这些微信号所有的联络方式以及我们的咨询和报名的扫码的这个绿色通道，那么邀请你进入生命树网络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爱的宴席。那么亲爱的各位家人，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此结束了，在此祝福你，因为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希望你今天做一个美梦。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和感谢所有的同工，祝福大家晚安。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这里最后补充一下，给大家有一个信息忘记告诉 分享给大家了，就是呢今天来听了我们所有的讲座的这个弟兄姊妹如果您有感动就是不管您是自己来参与学习，还是您愿意这个来资助我们的全职传道人您都是可以用 这些方式，您自己有时间有感动，你在这个事工上愿意亲自来做，我们非常欢迎您来学习。如果您自己暂时没有时间我们也鼓励大家，你可以来奉献支持全职传道人。我们这一次第二期首先报名的是一个团队，是我们一个盲人福音协会的10位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是非常渴慕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是他们非常渴慕能够在网上能够为主做工，所以呢我们也是为着他们还有其他的全职传道人，如果是在全职同工在经济上会有一些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不希望这个经济成为一个拦阻，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感动，我们也非常欢迎你能够来资助学员。那我们这一期的学费是每一个人699，如果你有感动可以资助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按照您的感动来做。好，这是我的补充，谢谢大家。谢谢穆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如果你愿意资助一位传道人或者一位牧者来进入这样的装备，那么真的愿主深深的纪念您这样的一份爱心。亲爱的各位家人，我们下次见。好，再次谢谢杰瑞老师、纪莲老师，谢谢你们。谢谢杰瑞老师，谢谢，谢谢纪莲老师，谢谢安平老师，感谢各位长辈你们对我们的帮助，感谢。谢谢。谢谢小华传道，谢谢，辛苦了。谢谢 Alice。Jack.